我崔崔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巨蟹座。单身吗？现在是单身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没有具体的类型，但长相有。长相的话，单眼皮，然后高鼻梁。有什么人生目标吗？目标就现在挺好的。买什么东西绝对不会省钱？衣服。忘记前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朋友和时间。叫 Rosa。 你是什么星座？狮子座。单身吗？对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成熟型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打游戏。你有什么人生目标吗？财富自由。谈恋爱过程还是结果重要？过程。叠叠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射手。阳光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男生。你工作是什么？网店。是卖衣服的吗？对。OK， 人生目标。成为富婆。这谈恋爱过程还是结果重要？都挺重要的，不过现在我觉得结果更重要。要啥女就好了。你是什么星座？金牛。单身吗？对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稳重一点。对外形，对外形要求吗？高一点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平常就比较喜欢爱吃，就比较喜欢去打卡一些好吃的地方，然后打游戏。有，你最喜欢什么菜系？中餐吧，因为我是福建人，会比较喜欢福建菜一点。模特。OK， 那你是拍什么类型比较多？服装，品牌服装那些比较多。晨晨。你是什么星座？我是摩羯。摩羯女生有什么特点？会比较冷淡吗？不会，可能不熟的话会比较冷淡，熟的话会比较社牛。那你在恋爱当中会是一个比较黏人的，还是比较没有那么黏人？一半一半吧，有时候。你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。喜欢什么类型男生？比较幽默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兴趣爱好的话，旅游、听歌。有什么推荐城市？推荐的城市啊，成都。